请赴大爆与甘乃迪的一段情。前美国总统甘乃迪是个色胚，喜欢玛丽莲梦露，现在还被曝曾跟年仅19岁的实习生有一腿。现年69岁的秘密阿尔夫宣称1962年在甲基房间将初夜献给甘乃迪，还说他帅到让他无力抵抗。自此两人展开一段18个月的不伦恋，甘乃迪还用假名帮秘密安排飞机往返学校跟华盛顿。秘密声称甘乃迪在一次派对还逼他嗑药让他哭着跑走。他更爆料甘乃迪曾观看他为甘乃迪友人口交，还希望他也能为甘乃迪的弟弟服务。新闻一出，不仅让人觉得克林顿跟贝老的行径相形之下完全是小儿科。你还意犹未尽吗？输入 NMA.TV。